超派用鸭胸取暖，鲜美的盐烤台湾雕，今天带你们到在地人都很推荐的人气深夜居酒屋大酱无烟烧烤。美森平日用餐哦，完全是座无虚席哦。今天推荐的都是每周必点的美食，盐烤台湾雕肉质非常的厚又很鲜甜，绝对要来上一支。皮超级酥脆的鸭胸，粉色的迷人切面，再用酒精带出香气，这个不止好吃而已，而且还很吸睛哦。他们家的烧烤类也是非常的专业哦，食材的处理、酱汁的调味都恰到好处。更不能放过的就是这个直接在桌边表演的石头虾，将虾子的鲜甜原汁原味的送到你嘴里，淋上蛋黄的生牛肉更是酌两杯的下酒好菜。这家大酱无烟烧烤在这个美食云集的时代里能够过关斩将，脱颖而出，生意这么的好，果然听在地人推荐的准没错。好了好了，不说了，美森要先来吃饭，你们赶快先收藏吧。In the dry